又和脖子痛，啊，又来一种肺炎，啊，又来一种肺炎，这个肺，这种肺炎是偏右边，啊，来了以后啊，就斜过去，往右拐弯，前面那个是往左拐弯，偏向左，啊，现在又来了一种肺炎，偏向右，啊，偏向右，好像一个去那个我们曾经讲的有两个地球嘛，一个是斜到那个物质的地球上去，另外一个斜到意识的地球上去啊，说过了物质的，这个意识的啊，两组分开的啊，各自往各自的方向去啊，各自往各自的方向去，去了以后他们努力把那个物质的地球和意识的地球两个往中间推，往中间推的目的是为了合为一，如果能够推成合为一的话，把地球上好多的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啊，合为一个很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，现在的问题是各归各的，所以有好多问题还没解决啊，是这么一个状况。好，好的，好，再见，再见。